下来呢，我们还有几组的朋友会陆续上台。接下来这一位呢，是来自台东卑南族之本的 Dagimi。来自于日本嘎达迪布部落的嘎吉米，因为我很不会唱歌，然后反正就是我会走音，对，因为我也是王姐可以帮你，我好紧张哦，紧张屁啊，好啊，反正就是。我第一次没有喝酒就上台呀、yeah, 好的，要唱的一首歌，它是在铁花圈唱作剧家的时候常常有我们的春江西大大所唱的一首歌，它超难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刚刚挑战它，反正就是呢，就是大家勇于表现自己，好吧，重来一次嘛，对不起。好漂亮！对，衣服漂亮，鞋子很好看。我为什么每次都要为难自己？
刚刚的耳朵，记得回家保养一下。